各位，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。有了有了。有了有声音了。我也是来自清迈的，泰国清迈，我叫马凤仙。他们叫我屁马也可以啊，屁不是马屁哈、屁就是大姐大哥的意思，泰国话啊，屁哈。那你们最记得了，就是屁马就好了。好，谢谢，那谢。